秦夏有圣旨，你真会编呐！你接着编呢。秦夏是没有圣旨，我也是被那女子骗了。不过头天夜里，在沐浴睡觉的房间里，却有一道圣旨。你跟他沐浴睡觉了？夫人，你如此急躁，我怎能跟你说得清呢？此事说起来话长。 是因陛下却下了一道圣旨，让仲达与那女子。你胡扯！陛下下圣旨让你跟他沐浴睡觉，你就跟他沐浴睡觉了？夫人，我怎么会做如此下作之事呢？我是说，那女子绝非寻常女子，那女子是陛下派到我身边的一枚棋子啊！什么狗屁棋子啊！爹，娘。 爹，你干嘛呢？你娘这个掉了一枚簪子。啊，是那个玉簪子吧？是啊，找着没有啊？快快快快快了！这丢哪儿去了？再找再找。时而合适啊，爹，你的事儿，这事儿我是这么认为的。你跟我娘20年风风雨雨挺不容易的，咱们家绝不能再有第二个女子入府。你听，这就是我亲儿子。 时而放心，爹一定不会对不起娘的。这件事传出去不雅，在府里不要风言风语。爹一定会小心妥当地处理好此事。时而出去把门关上。好，孩儿告退。 我不信哪个皇帝能够下旨管大臣的床围之事。他圣旨上写什么？他圣旨上写的是让你跟他沐浴睡觉了。 夫人，你说话干嘛如此难听呢？陛下是读书之人，他怎会写如此粗鄙的语句？那他写什么？圣旨上写，攻克乃还。攻什么克乃什么还？让你跟他在床上打一架，你想干嘛？让你们俩生孩子？司马懿会如此吗？司马懿当时就回绝了。我跟那女子说的是，臣有心无力呀。你还有心？你有什么心？你说。 你孩子都快成人了，你现在嫌弃我老了啊？爹娘，哟，爹，你这是干什么呢？在替你娘找簪子，是玉簪子对吧？是，去哪儿了？在找啊。何时找？哦，爹，你的事儿，儿子以为爹跟娘都风风雨雨20年了，如今儿子都这么大了，家中要再来个女的，成何体统啊？ 他要真敢来，毒死他！毒死他！毒死他们俩！你毒死我！我早就想毒死你了！好了好了，昭儿，这个爹不会对不起娘的，这事传出去不雅，在府里不要风言风语，爹会小心妥当的处理好此事。你把门关上。哎，好嘞。我说的有心无力，那心事只和夫人同甘共苦20年之心，那陛下说让我攻克乃还，我能回什么？ 我着我奋勇向前呐！你可不就奋勇向前吗？你都把人给睡了，你多勇啊！我司马懿对天发誓，我守身如玉，我与那女子干干净净、清清白白。你要守身如玉、清清白白，明天你去找皇帝把她给退了。我明日早朝就把她退了。你要不退，你就是忘恩负义！我司马仲达，行得正，站得直。 这一廉耻，我端端不忘。你干嘛呀？你来干嘛？你没看过这找东西吗？我知道公子这是在找簪子。夫人，小的一向对家事不敢多嘴，但这件事我是这么认为的：公子曾经多少次行政一切的对小人讲，他这辈子最大的福分就是娶了你为妻，诸如此类的话，小人耳朵都会听出茧子来了。所以我认为公子绝不会做出出格的事情，还望夫人能够三思啊！猴急治我。 我治猴急，我治你干嘛？你不要再怕床根了，告诉他们所有人，不许听，关门，都令。我让他们全都走。夫人，咱俩长话短说吧，这门外不知道站着多少个呀。司马懿，我给你脸，明天你要能把他给退了，我既往不咎。你要是退不了，你等着。张春华。 你把簪子给我，一会儿爹该来了。你给我跪着。
了。